乡亲啊，好，大家平安平安平安，好、哦、来，我是曾淼红曾教授哈，电机博士啦，啊，今仔日吼，这成林国新前辈吼，伊有重要的代志吼，甲我通知啦，讲必须要互咱台湾人民吼了解到吼，即马代志的严重性啦。啊，什么代志呢？吼、哦，咱这成林国新前辈啊，你看卖好，阮前辈安尼规个面安尼。臭公公，我唔知伊即摆吼安尼心情就袂爽，是咧袂爽啥？来来来，前辈，和你讲者，和你讲者来。请讲。今日有这个机会着吼，过来甲个大家乡亲呢讲一个代志就对啦。哦，这是今仔日第一个重点，就是讲的时阵，你差不多这一礼拜中间啊，自迄个搭顶礼拜吼，有一个被案件去哦，六十二个离婚的都认了啊，我都。有一个消息出来了，嘿嘿嘿，无听啦，听这社会谣言太侪，咱拢罔听就好啊。但是今仔日有得到这个证实，哦，唔是啥物款的证实，就是讲印证啊，印证啊，印证啊，诶，这个代志验证，验证了哈、哦，印证，验证了，哦，就是迄阵的吼，我过去拢伫电视的时阵的吼，发表我出这个意见。哦，还、啊、有真侪迄个1450的迄个部队，咱都知影，迄个几个人都遐，拢伫遐，都甲你孝敬啦。啊，伊个真简单，1450的时阵就是，第一拢甲你当作你是共产党，甲你抹红啦，啊无讲抹乌你是乌道的啦，啊无就用恐吓你啦，哎、欸，你什么造谣的，你啊乖哦，哦，啊无就欺骗啦，拢你讲啥，拢你也是破踹政府啦，破踹政府啦。所以这个谣言是啥物谣言？哦，本来是听是我一个当作谣言，就是讲这个这摆的时候，这个立法院的合作啊，62票甲迄个被案件，你当我讲的拢无效，总甲你总休人啊。了后，因有讲提出一个意见，就是讲是毋是今年9月15日立法院阁开议了啊，再提议来修改宪法，修改宪法就对，因为即摆国民大会无啊嘛。所以修改宪法是变成立法院咧修改，哦，立法院呐三分之二通过了是对，还是讲真一半通过了，这宪法就改了。改啥呢？哦，听讲的时阵，因即摆咧协调中啊，改管两个代志，哦，一个就是讲提议两个呀，一个就是讲是毋是这个总统的这任期啊，4年一任嘛，会使连任一摆之类啊，甲改做无限期的连任。武汉期的就对，第二点进来啊。哦啊，意义啥？就是讲即摆时阵对吼，即、這个两岸这么紧张，中国逐天用武力恐吓台湾，啊说台湾要靠美国甲日本，所以台湾要有一个有强国有力的即个美国国支持的即个领袖啊。啊，那么来顾台湾安尼，讲较歹听就是我较早也是蒋介石啦。哦，就即个拄仔时阵，即历史的时阵，当然拢做参考。较早蒋介石时阵，大陆时名是足臭的，就讲当作一个死啦了，就走来台湾嘛。来台湾了时阵，都好运拄着抗战，啊，所以美国煞无支持伊，袂使，啊，煞要直直支持伊。啊，伊煞好啊，规要支持我，我就来做永远的总统啊。那直直是用迄临时的这个宪法的临时的法条啊，啊，一直连任落去啊。哦，啊，即卖时阵哦，听讲啊，啊，蔡英文就是要利用这个空隙啊。嘛是的是，因为即马中共甲台湾用武力的这个压迫啊，哦，所以讲的是美国甲日本拢保护台湾，佫就是即马变作联俄抗中啊，台湾第一前线咧，哦，所以讲的是伊的总统的任期啊，落来无限多落去就对了，4年一任，直做落去安尼，哦，这是第一个议案对啦，哦，第二个议案听讲是讲啊，无那无先对啊吼。即、这个总统再来改6年一任啦，莫4年一任，哦，连任一摆，啊，就变做做12年就对啦。本来通做8年，即嘛做12年啦。啊，即、这个我是有听讲的时阵吼，一寡立法委员的时阵，哎，那安尼袂歹啊。反正即摆是，你总统一任6年的时阵，我立法委员嘛6年啊嘞，啊，就免选啊嘞。6年的时阵做了了，要乌钱啊乌较济。所以讲的时阵吼，即、这个安尼可能立法院的即立法委员啦。中国国家通过啊，现在修改去啊。本来这是谣传呐，
哦，市民上的谣传，我看真济网络啊有啦，包括是朋友国外嘛，你甲我问，有这代志哦。哦，我调查看卖，甲今仔日才得到正式就对啦。啊，这个正式的这个文件，我拢甲留起来。哦，啊，我嘛有传哦，这个曾博士，哦，伊也真正留起做一个，咱做一个证据。哦，你这不是我讲的哦，就是讲今嘛你网顶的1450的这个部队啊。让你推行一个讲，啊，这个人都做了真好啊，所以应该要连任落去啊，未使回到来啊。伊若踮在台湾，先台湾才较安全啊。开始伫谣传这个代志，所以这个代志啊，不管是真假的，但是先过去的先真侪台湾的代志拢安尼，拢按网顶这1450的开始的先了，除了攻击人以外，是伊就开始谣传，起码已经有这个传言出来。所以这个代志啊，我爱甲咱这个。乡亲，咱台湾的人，咱来报告哦。当时的时候，嘛要予这老辈人知啊。你无啊，看到一世人的奋斗，台湾的民主政治的时候对吼，才有的时有今仔日的较民主淡薄的这个选举的制度才有出来。但是你要甲我行倒转，还是台湾人绝对反对。所以这个要赶紧的时候，予咱台湾的百姓拢知啊。哦，有这代志哦，要注意哦。啊！我今仔日正式话，你脸书内底我有写哦，蔡英文，你甲我出来，拜托你公开的时来修订这个代志，我们修改现状。哦，这也是咱今仔日我接受访问，要甲大家乡亲报告的一个意义。用这个民意的时，逼伊你出来讲，对，绝对的时呢吼，你已经做半老，做半二零二四。前辈啊，前辈，你讲这个代志吼，台湾在。20世纪上出现的蒋介石，在21世纪民智这么发达的时候，又出一个蒋介石啊，而且还你的蒋介石哎、欸，是啊，要求啊！现在我看现在是在测水温哦，看你的意思是派出1450网军在测水温哦。哎、欸，这个代志哈，伫古年哈，我跟贺德芬贺教授哈。去采访他的时候呢，他第一次就跟我讲出这个东西呢，没想到哈、哦，这个销声匿迹的一年半以后呢，又出来了。夭寿啊！台湾目前这个小回，有法度人接受第二个蒋介石一右任吴三连哦，开始来呢哦，好来，前辈，和你讲，拍摄，嗯，这就是很简单嘛，这就是利用两个嘛。一个先做造谣，国际大形势是安尼，无法度。即强匪的时，逐工拢派军机来，才甲你飞入飞入。但他差不多，我看一年来拢咧控制啊，一年外来啊。甲你讲啊，即种武力强啊，过来是宣传是无唔对啦，日本甲美国即嘛是侵袭台湾。啊，支持台湾意思嘛，伊是要联俄抗中啊。国际较歹听，咱嘛心内真了解。今仔日的即个瘟疫的这代志，的这火的这代志，根本的时就是中国甲美国的生化战争嘛，这是人做的嘛。啊，这个去害到无辜的这周边的这国家的老百姓，死遐济人啊。哦，啊，你后是对吼，即马这个病毒怎个变种啊，直直愈变愈复杂，后壁是不是有人美国甲中国咧操作，咱唔知影啦。哦，但是至少有一个大原则啊。台湾的民主政治未使惊倒退，啊！伊即摆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啊！哦，即摆联俄抗中啊呢！啊，台湾的时阵是紧急的这前线呢，从较早蒋介石的时前线呢，去对付中国啊呢！啊，所以讲的时，伊就会要求讲啊，我是不是终身伫里任内？无算啦！伊即摆这个现在甲你成立一个临时的条约，需要用总统临时动员。哎，前辈。这个动员戡乱临时耶法，全台湾省呢在戒严呢吼，个个啊啊还再加个2+1啊，顺便吼、哦，咱大家吼抓抓，咱来挥手得笑那个立岛小夜曲哦哦。啊，如果定来啊，哦，啊，咱也看不完呢。过去一百当，过去吼、哦、70-80当的民主政治，台湾的民主政治，即摆来行回头路呢。哎，夭壽哦！现在今嘛蔡英文是一代明君吗？他是一代明君吗？他是假博士、梅博士、真骗子当总统呢？他还是哎不要脸啊！出去的骗子
我迄拢过去，伊拢无甲你管车了。因老母咧开卡扫警，因兜咧开卡扫警啊！你迄一日就有讲啊，讲哦，无一定你有夭寿哦。我向幺四零区啊，较早甲古龙啊，小说家阮拢嘛去咧饮上过。我头下迄阵，逐个咧四零区，反正甲王姨啦，甲迄个古龙，阮较早拢斗阵诶嘛。所以讲诶是，即个情形，迄阵哪可以咱白讲？但是今仔日咱绝对未使互咱台湾即个社会啊，搁行倒转去。伊就是要照用即个大环境啊！你看，我即马第一线，我要对付中国，中国逐个武力咧威胁台湾啊！美国是要保护咱啊！其实美国保护咱真简单嘛，你美国十粒原子炸弹台湾甲摆落去就好啊嘛，你150粒买无10粒的原子炸弹，你摆落了中央甲你拍无？唔敢啦！我讲你听啦，前辈。以我电机博士的专业 professional view， 我的职业角度看，中国共产党哦，若要牵美国啊，讲牵日本啦，迄日本吼，不一定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就把他牵就伊妈死。就我敢讲呢，你伫遐咧讲吼，台湾即危险台湾，迄是你咧讲的啊。中国共产党哪一天不威胁台湾啦、碰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变成哦，你就变成了台湾需要你。只有你反共，人家都不反共。我跟你讲啊，全台湾2300多万人哦，大家拢反共的啦，哦，大家拢反共的，大家看到共的，大家拢会当做总统，大家拢当做出门，夭寿骨哦！你今仔日甲讲这吼、個，恁爸听袂落啊，真正，恁爸真听袂落啊，恁爸强要顶倒啊！我讲你听，来，先陪你讲。所以讲，唔是讲你听入去，所有的台湾人拢听袂落去。看，那看要何里安尼，佫行到倒去？你是用国际形势。你制造这下迄个关迄个这个威胁路顶上对吼，你要是搁等于做永远的总统，你即卖时阵规个拢你控制，你管伊啊，你控制是啥物行政啊，你控制，你就乱来啊嘛，乱来了后是着你敢有照顾着台湾的百姓性命？我唔知你讲，即卖4-700个人啊，你敢捌去人个厝会敢看一下？对对对，唔捌嘛。美国总统直接告死的时阵，电报是过，叫慰问。你台湾的命，就是讲咱台湾人民的命，全比狗较无路用。伊的心内就咁想嘛。我抛这篇文出来，讲咱台湾性命比狗较无路用嘛。2000多个人已经讲过，好吧。你这个情报是到底哈可靠度好吗？真的假的吗？谣言本来就你听了，但是今仔日的时阵对哦，1450的时阵。我连续抛两篇，我冇传落去，因就开始讲哦，这是伟大哦。如果这做4年上过底哦，如果做较久哦，1450家己你讲啊嘛，伊就开始就试水温啊嘛。但是好，咱这個台湾言论是自由的，咱唔是造谣的，这是有来源的，有证实的，那么咱即嘛是提出来讲，和咱台湾的同胞，咱这乡亲大家了解一下，要注意啊哦。这代志未使无注意哦，唔是讲即马控病啊咧，我都一直提上大两个敌人，一个就是即马即个肺炎，一个就是蔡英文两个嘛。要注意啊！所以万恶的罪魁钟嘉玲哦，伊佫想要佫要你继续做了，迄真正吼、哦，咱本地咱台湾人是想吼、哦，我们抱着消极的态度，哎呀，算了，他妈2024年给他干完就算了，没想到。逼我们台湾人做出积极的动作，所谓积极的动作呢，就是提前走上街头呢，提前走上街头。他现在哈、因为疫情的原因、大家哈、都不好走上街头。像哈、这两年真侪台派好朋友拢来要来催我，我讲拜托你们来催我，先等疫情比较好一点，我们再一起哈。我再请你们吃饭都可以啊，但是哈、现在实在是哈、我哈、不好出来了。不好出来，不然因大家来美丽华摩天轮，但是小华昨天讲，逼咱台湾人行出来街头呢。对啦，昨天讲的时阵对哦，吼，都还未二八，还未六月二八，还佫是属于三级的。咱嘛是有小华的时阵，甲平安城伊啊，甲市场嘛是五个人去，唔敢较济去，袂使超过五个嘛。我是讲，那二八了换我来，我后壁上就带300个来，结果无啦，佫甲你演到7月12日，继续卖，佫继续演啦，我嘛知影。所以今仔日新闻都拢讲啊，有啊，第二打迄个印度病毒过来啊，我大家搁注意来，搁严了。伊甲你控制是无，你外口行动有。但是伊想错了，
今仔日大家当处得真好，有这个网络，大家就开始联络。哦，这个代志要大家知影。这些有未见效了，我讲出真的啦。即去年一月十一日八一七万票，林北绝对未相信八一七万票，迄新闻拢来甲我讲咧。什么八一七万票？你除以二哦，蔡英文的票还没拿到那个数目字呢。迄新闻来甲我讲的呢，夭寿哦。你去初选的时候，咱就知影嘛。你那有可能的时候，赢伊十几趴的人的时候，哎，甲你赢，啊，了三摆了，再甲你救落来，啊，了再搁利用这个，伊这种啊，利用本土人啊，咱台湾人啊，来反台湾人，来反外省人。再你讲我这政治这方面，再搁外省人提起，啊，我想想嘛，你当我嘛想想，我嘛等我伊啊。结果的时候，唔是安尼嘛。你摕到权力了时候，你今仔日比国民党搁较独裁。所以接未见效，佫像讲要做永远总统，佫修改宪法。哦，啊，你迄阵了，顶礼拜就是一个真好个迄个原因，就迄个模式出来。啊，你什么民进，即个什么民众党，什么国民党遐提啊，那八爷们总甲你开袂应该，一礼拜我你通过。嗯嗯，哎、欸，所以讲，哎、欸，咱台湾人哦，本来希望伊完全执政。夭壽啊！結果咱台灣人完全執政，煞怎吼家己吼、喔、提刀手咧真正手呢啊！真正吼、喔、提拳頭尾真心肝，真正来前輩，你讲决心嘛？啊，所以讲加在今仔日就先徐明德都出来讲话啊。所以讲话是讲即个社会人才出来了，你来针对蔡英文哦。啊，你民进党我定做来，我往做一看卖啊。无即摆台灣人对民进党印象真歹啊。哦，啊，伊啦。我讲，咱的是一小人物啦，但是咱的是内当的是，就是机会叫做抛砖引玉啦，抛砖引玉啦。内当的是请遐老的，我来大家站出来。嗯，有啊，你都站出来啊，就开始讲啊，你是安怎叫高端啊？你计疫苗有诶无咧讲遐？我冇啥人咧看。哦，啊，加在有这网络啊，嘛爱感谢你展现的现着吼，你会当按这传播，互咱真侪朋友知影。也不是讲你即摆目前二十万人在咧看，伊个团人咧，几百万、一两百万进入去啊咧。哦，啊，唔知我顶下咧讲，安尼还阁无够，哦，一定爱电视台的时阵有一节目爱来做嘛。啊，即时即摆蔡英文是吼、哦，准备要砍咱吼台湾人一个吼、哦、殊死战咧，因为伊若总讲落台吼，一定了嘛，伊是解剖师嘛，吼、哦，而且任内啊，伊是解剖师。欸，阮即个博士级的，我顶级博士啦。我讲一句真的，恁别看迄种博士哦，阿萨布鲁的。我讲你听，欸，我看他就是知道他的起手式就是假博士嘛。他还不要脸的，他自己培养建立的1450晚清，开始在测水温、带风向，啊，把自己自视为反共的急先锋哦，就这样想在哈、哦、修宪，然后呢无限制的干下去。我跟你讲。逼咱台湾人吼、喔，行出来街头啦！这真正吼、喔，来你讲前辈。无啦，所以讲就是讲，这个今仔日我特别跟你讲这个代志的时候，就是讲的是，因为我也提到的是1450的因的迄个支持的迄个文章嘛，是安尼讲啊，就是讲俄罗斯这个人真伟大，啊，来继续我做了四年先过底。啊，所以讲这个就是讲咱所探听到，起码网顶咧传的，都有要这熟悉了。卖光的是完全熟悉的，但至少是有这个风气开始咧行，开始咧试水温啊，就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讲的是，这个咱首先哦，咱的乡亲大家拢知啊。哎，前辈，卖光的，哎呀，前辈，这个1450晚清可恶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的三个 FB 全部被毁尸灭迹，我所有的言论哈、哦，我都用我想尽办法的方法哈、哦，去讲呢。结果1450哦灭了我的嘴巴，然后自己哈、哦、去扭曲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讲蔡英文的即卖支持都有42%，我讲哦，伊有2%哦，恁爸就偷笑啊，真正。差不多是安尼啊，我可能差不多是10%左右啦。我那有看的是，迄个为了利益，无法度爱支持的这些民意代表，哦，这是难免啦。哦，但是是爱按伊这个人啊，你甲看前几工嘛同款，哇，落开放什么疫苗都能使去买，所以即摆我封锁起来，爱完抢的，啊，你实际要算，要来买500万只无啊，讲来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安尼是，到尾也是，咱本来是讲是，但是中啊，这个
即、這个迄、那个苏家队因处理，唔是啦，咱后壁拢伊咧处理个啦。啊，即就是权力个中心，就是你总统府个国安国个怎嘛？国家安全会议嘛，就是伊先即个叫伊个人去，就是叫迄个什么顾立雄，较早迄个无路用人去，你嘛较早嘛国民党啊，叫伊去管理个。哦，啊，家己个什么亲戚，因只有在做大法官啊，法律来落掉，啥物啊落掉安尼。啊，你单脚开心啊，何你去做干菜店，你乖乖等等，当下你莫讲话。啊，含在查你的一寡遐过去的代志，所以讲用这款的手段，用欺骗的，用诈欺的，抓咧上夭寿的，就是利用讲美国、日本即摆甲台湾外好，你看疫苗送外济哦，台湾，等疫苗炸，你别讲参，甲迄个日本同盟，我炸我就知影，后壁佫五百万至千万没有台湾，你咱拢真早就讲过啊，知影，但是日本是慢慢仔来啊，伊是甲你台湾的感情的问题了，对，啊，美国嘛是同款。啊！即摆就发觉伊个面条就落来，你也无可能来叫伊个面条袂使，来两百块了，你随个你来。啊啊！甲今仔有时老实讲，拢是人分伊个面钱个咧。所以讲个先对吼，即、這个代志我是今仔重点就是干讲，一点就是讲，爱互大家台湾个咱个即个乡亲大家知影，哦，知影即个代志就对啦。即摆开始要推行即个代志啊，总统个即任期个先连选得连任。啊，无就改两年。啊，理由就是讲啊，即马要对付中共的武力啊，无法度啊，哦，啊，所以讲现在安尼啊，搁要是用蒋介石去招的就对啦。啊，台湾人较好骗，啊，有闲啊，过安全，咱生活的安稳，啊，囡仔家庭的好势较好救，啊，无好啊，望忍耐。啊，再利用台湾人来骗台湾人，你看咱台湾人的在顾台湾，啊，台湾人较济，啊，这国民党我死啦，啊，这什么？什么柯文哲双批，就是我那顶所里啊，你讲伊无调查了，你所有查某囡仔看下去，迄毋知偌济人丢掉啊，伊就歪讲嘛，歪调查嘛。啊，所以讲这代志的真实，我今仔要讲的一个唯一的重点是伫遮啦，就按这消息啦。咱有证据才有讲下去啊，哦，啊，迄个我嘛甲留着，哦，啊，今仔日是真感谢你，就是讲一旦国我出来讲这个代志。啊，目的的是真简单，就是讲咱台湾人爱觉醒，爱觉醒就对。就是讲，起码伊迄个蔡政府啊，就是讲蔡政府有这個动作，咱要那个预防。哎，那刚刚正经安尼创着吼，台湾人的心唔惊死，台湾人是安尼哦，我会忍耐，但是人甲未忍耐时，台湾人是唔惊死的哦，拼出来哦。哦，所以讲的是咱免惊啦，但是咱一定的想着吼。我都讲过啊，咱唔是讲为国民党，也唔是讲是为民进党，完全的是徛在台湾人的立场、的利益，咱要来宣传这个代志。第二，咱的出发点的是唔是为了钱，也唔是为了名，拢无啊。纯粹的是是当的是着，家己搁底下底提钱出来，我嘛要搁管，要搁管钱。那讲起人无管，无啦，拢无啦。哦哦，所以讲这是我今仔要讲的一个工课，就是讲咱要注意。要真注意啊！哦，啊，消息咱先出来啊！1450嘛，已经即马开始伫打，开始伫试水温啊！啊，即个人真有一代，蔡英文的人即马过台湾，啊，所以讲应该四年前要跌啊，都爱互跌，爱互连任，开始伫创啊！啊，伊啊从啊民意的话呢，伊即阵当作伊的民意啊呢。你后生就换伊的先啦，你换人较简单，你反正不管你做两年，不管你啥物利益的先，大家嘛倒伊。啊，现在都叫修改。修改宪法，你行这条路啦，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台湾的民主政治吼，让一个党吼完全执政吼，真的是最大的坏处咧。我讲句较真嘞，蔡英文的利空一百个什么，规拢崩盘呢，以后我都当利空做票，啊，做到安尼啦，啊，做到817万票。真正诶、欸，这是无逼咱台湾哦，台湾人行起来哦，行出来街头袂使，这无逼咱台湾人行出来街头真袂使呢。哦，我跟你讲啦，如果九月哈、哦、真的立法院重新开会的话，有这个修宪的动作哈、哦，真正台湾人我讲地不分南，人不分南老幼啦哈、哦，啊地不分东西南北啦，真正抓出来啊，真正抓出来了，像的哥到蔡德杀嘞吼，诶扑啦啦，真正。所以讲，我唔知今仔日连书我嘛写，蔡英文你出来公开讲，无这个代志。你十岁的时候，那种你任期到了时，你退休，你敢讲？你出来讲嘛？
出来讲讲听，互台湾人的时，这个心内疑问无去嘛？拜托伊出来讲，啊，伊敢讲无？老实讲的时阵吼，我看伊也是不了了之，全部来插班的，拢无这个代志。不过动用伊的万军的意思，人都会啦啦啦啦。啊，这方面。那安尼落去吼，台湾无当嘿，你即马2022吼，明年要选地方选举啦，真正哎呦，民进党彻底崩盘嘞，彻底崩盘嘞，啊，跳国民党掉吼，咱来足唔甘愿啦，所以讲我台湾人真正吼，夭寿啊，这吼，把台湾人逼上生死决战的关头啦，真正无出来袂使，来，准备。其他你的心最主要是安尼啦，台湾人咱来站出来，哦，啊，咱唔是运动。你国民党若讲是真实在的人，嘛无要紧。但是你要讲清楚，你的政治立场要讲清楚。啊，民进党嘛同款，你有为老百姓，有咱台湾人，咱就支持你。啊，你若讲为了你个人的利益，你为了你党的利益，老实讲啊，国民党咱嘛无爱插你，民进党咱嘛无爱插你。啊，输啊，咱是希望安尼时，大家民意总起来了。一寡较早为这民主政治打拼的遐老前辈啊，一个一个站站出来。较早就已经一摆安尼，伊要选以前的李万铁啊，啥物人，咱就看报纸甲顶拜托伊卖选，啊，伊嘛是硬选。对啊，五个古立培啊，顾宽民啊，因五个哦，改成拢做位出来啊。对啦，啊，伊就收过卖选啦。收过顾宽民，我卖啦，你卖啦，你反正渔村啊，我帮助你，要贷款我给你。啊，顾宽民的先搞来弄去，弄去了，古立培啊，李彦哲拢掂伊啊。哦，那真夭壽啊！啊，这后壁时阵就是因为一群人，这群人是真少啦，三四个人。你陈明文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吴钊燮，甲伊在管理创。这摆时我听讲，是你遮哦，哎，不是，那个台南一个已经过这个管理吴钊燮啊，过这个外交部长啊，过伊独进。啊，所以讲这慢慢的是咱这民意要起来，啊，通过你遮就是要，啊讲。唤醒民意，唤醒民意，哦，咱台湾的民意出来，唤醒民意，唤醒这种用骗去的，哦啊，通过陈老师也是变咯，买是海外遐代表啦，真侪咱台湾的你海外乡亲，佮遐关心台湾的人，较早拢要蔡英文骗了了伊，啊，拢是讲我台湾人拢支持蔡英文，结果无啦，台湾人即嘛，我咧感觉是上少有60%以上，看面条就知影无人咧支持伊啊嘛。啊！若要升了一阵，伊个民调可能无10%，啊，万军伊也人个，所以这国际上安尼有这力量，还有起来。再有我倒去逼美国个时阵，我这人个时阵都无路用，欢喜个去。今仔要甲抓起来，提早抓起来。那照个时阵吼，这个咱较迷信啊。啊，照个时阵，这个阮个新闻你讲个时阵，八月可能过月，即马六月对啊，八月伊落来落来。八月落来落来，好，还佫要甲你做英文嘞，夭寿啊！无强袂使，你开始想要做演员嘞啊！你知道？开始的时阵，我拉。哎，这是足假，伊有够假嘞吼！我想即摆叫伊吼，款款来竞选啦。好，伊想袂到吼，伊想要阁继续做嘞哈。好，哎，我的专长就是当总统，错小了。日本啊，我对付中国啊，刚刚看到蒋介石讲啊，都因为抗战啊，所以爱对付共产党啊。哦啊！美国的人老实讲，人伊当中支持台湾，就是支持的。啊，即摆文都现在自比蒋介石一样的伟大呢？吼、哦，我看伊是比蒋介石较伟大，规个台湾变伊个。嗯，你讲啊，老实讲，民进党嘛无路用。我头摆你骂阮遐一寡老朋友讲，啊你哪呢？你路用啊都无法度啊，我一个人啊，你啊你啊，大家意思怎啊呢？即摆无啊啦，即摆伊个分得起啊。即摆是对吼，迄派戏即摆，大家内底拢有意见啦。9月15了后，先就大家在意见，再大家在讲。我咧等9月15，早落来变啊！对啦，啊，所以讲个先对吼，莫等下伊当中就对啦。伊咧用迄种安尼利益个，啊，无先改6年个啦。反正你话，你嘛要过延2年，你嘛做6年，你免选。用安尼来怪来骗你啦，哦，大汉啊骗，细汉啊骗。有啦，你从讲个是那个咱这个啥人，咱这台籍部长，你家己个小弟个，那个常常就拢歪讲啊，拢歪讲啊，那个无法度。齐国勇，啊，我就话拢歪讲啊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个是另外一个区别个，因遐拢爱徛出来。
所以讲的时候，我唔能讲总来好过啦。好，安尼，我今仔日吼，我今天连夜哈，把今天前辈你讲的这段内容哈，我连夜包装以后呢，我一定要给压出去，给咱台湾人准备哈。真正爱得割到菜刀啦，真我真正做了，真正要做这个代志。我甲你讲，即马台湾吼，无多人选呢，因为这个817万票，伊甲你做的时候，这个才明显呢。这吼，这中央省委会，较早我会记起吼，中央省委会黄石成咧做吼，拢未定答呢。我想啊，这，我想中省会吼都没有什么事呢。没想到中选会被李进勇这样一干，离谱！中选会也可以干到这么离谱了，啊！李进那个无内容人，他在做基层市长，做一届，大家是交到无来去的，伊都是无能力的人，伊也是愿做官愿钱的人嘛。李进勇我唔知啊，所以大家交不要做一个选委会主委，就到尾唔是硬啊那个杀去，你硬杀去，所以讲硬杀。这正干嘞，就干有够干嘞。Yeah. 这外国新民有来跟我讲呢，讲这个票数哦，这是乱来的，这是乱来的呢。啊，我是哦有所保留啦，我是有所保留呢。来，先陪你讲。好，今仔日讲，咱今仔是这个代志啊，咱今仔日咱上大目的是讲，咱知影代志啊，有证据了啊，咱来提醒咱的所有这乡亲，大家先来起来，唔通继续搁骗去。啊，嘛是要提醒海外遐朋友啊，莫过去要骗你。哦，安尼在。好，安尼今仔日咱前辈吼，讲了，咱有啦讲头半点外钟啊，啊，你要讲的重点有啦有讲到嘛吼、哦？好来，最后一分钟，和咱前辈你讲一个吼、哦、结论，我紧嘞连夜打包把这个内容哦，赶快嘛弄上网络，和咱大家乡亲知影有这个代志、嗯、来，最后一分钟。结论也是安，就是讲咱咧知己知彼，啊，咱是今仔日咱是老百姓比总统较大呢。今仔日有人甲我问讲，啊，你若在对总统叫安叫伊话出来，我咧讲个奇怪，到底是老百姓较大还是总统较大？今仔日是老百姓较大呢，啊，是选你出来的时阵，互你一个职务的时阵来照顾这行，什么唔得用欺骗呢？甲阮当作啥？当作命，咱的命不如一只狗，所以我就要你讲。你就看台湾人的命，敢那不如一只狗，同款，这未使安尼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是咱台湾人爱站起来，这是我今仔最后要讲，站起来。哦，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今仔日的精神，心内有一个魄力的。哦，咱无支持国民党哦，所以我感觉平安山去的时候，嘛是讲咱是台湾人哦，咱是台湾人支持台湾人。啊，民进党要给你一个机会，蔡英文都来了，你好好啊，搁表现一下。表演看会民主也未，啊，就是咱已经是慢慢叫这老的大家出来。老实讲，我是无啊，哦，咱是较细啊，对啦。最近有哩台上遐来一个出来，李秀莲即马出来啦，徐明德即马出來，啊，过来的时阵就是像吴立培啦、谢长茂啦，啊，即、這个阮林义雄啦，啊，迄个丁俊良啦，啊，我讲了半天，朱高正嘛要站出来，朱高正。我唔对啦，但是伊家好朋友，伊慢慢食出来，哦，我都是食出来，针对啥？针对你蔡英文，啊，咱台湾人今仔徛出来人嘛是针对你蔡英文，你这小集团嘛，你较早你讲国民党、国民党，啊，你这独裁，今仔要甲你改变你个，哦，这是我最后的时阵一个意见就对啦，哦，啊，当然我嘛是佫讲翻你句话，有当时我讲话较袂晓讲，还是较粗鲁。有去得罪的所在，大家乡亲也是少谅解者。但是咱的出发点无歹啦，出发点是完全的，是为康啊，无为私啊。啊，咱若无要做官，无要爱钱啊，是安尼。感谢大家。好，安尼今仔日哦，咱前辈哦，甲咱讲这个消息哦，1450晚间现在测水温，想要让动员三分之二以上的立法院呢要修宪。让蔡英文呢可以无限制任期，或是呢修改任期4年改6年，他再干个12年。好，啊，咱乡亲大家有听啊？好，安尼我今仔日咱前辈来，我把这个节目赶快弄上去。那 OK， 咱要求你蔡英文出来当面公开讲，绝对袂去修改任期。总统的任期到的时候，伊就要退，伊公开讲嘛。
伊敢讲也毋敢讲的时阵，通较正面啦。好，安尼了解，好，安尼前辈，咱甲乡亲哦，说句拜一下吼，来。晚安，大家乡亲，再见。好，拜拜拜拜哈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嘿嘿，感谢。